屹立在华北平原东部的泰山，俯视着西北脚下的黄河流向大海。黄河是中华民族绵远流长的象征，泰山是华夏文明雄壮英俊的代表。但是泰山不是华夏莽原上最高最大的高山，可它是中国的一座神山。黄河也不是中国大地上最长最宽的大河，可它是中国的一条圣河。黄河和泰山饱含着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它们在中国历史上有着神圣的地位。正是黄河和泰山哺育了黄河流向大海前最后一块土地，也哺育了这块土地上神奇的文化。这是一条古老的路，无数人走过的路。古往今来，这种艰苦的攀登已经演变成为我们民族创造历史的象征。苦痛中降生的文明，磨难中领悟到的创造，使得中华民族登上了一个又一个文化的高峰。我们回首往事，总是恋恋不舍，感慨万千。悠悠白云，茫茫天和地，多少人在这里感悟人生的真谛呀。古时候以泰山为界，北是齐国，南是鲁国，因此我们常称山东大地为齐鲁。历史上引人注目的齐鲁文化就产生在泰山南北黄河两岸的平原上。公元前四五千年以前的大汶口文化就出现了复杂的造型。与大汶口文化一脉相承的龙山文化更有精美的黑陶。汉代画像石、画像砖以质朴凝重来表达一时难以诉说的思想和情感。唐代在千佛崖上造下的石像，把来自西方的神与东方的人已融为一体。这些罗汉像因为逼真地塑造出了平常人的喜怒哀乐，被誉为海内第一名塑。建于隋代的四门塔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石塔，1300多岁了。历经千年以后，古老的寺院变成了废墟，只有这些古塔独立青山之中，向现在的人们讲起齐鲁文化的精灵之气。他们成了历史的纪念碑。东汉最有名的孝子之一郭巨的祠堂，是中国能够看到的地面建筑中年代最早的。祠堂是纪念先人的建筑物，这是一个思想的住所。酷爱大自然的热情激动着人们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去崇仰一种信仰。泰山经石玉就是这样的杰作。这1000多个佛教经文字是在告诉我们，先辈们很早就懂得了把自己的激情让永恒的大自然延续下去。
山川秀美往往是文化艺术取之不尽的源泉。就这样，千年古城济南吸引了古往今来的大诗人，诗人们又留下了无数动人的篇章。古时候就有人说，泉城自古是诗城。在这里，杜甫趁着酒酣耳热写下了《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说的是诗人幸会的情景。想起当年依依杨柳，亭亭荷花，清泉石上流，有时候你很可能会产生一种错觉，好像这些诗人都是因为济南才成就了诗名的。今天的济南在山清水秀之外还有现代的繁华，它是山东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墙与宫殿早已消失，所能看到的只有这一座座青草萋萋的坟冢。泱泱大风的齐国只能从地下去领略了。这些马在2000多年前成为一个王公贵族的墓葬，这大概是全世界最悲壮的殉葬。当时600匹战马悲惨的嘶鸣刺破青天，可谁能想到2000年以后又以他们的沉默震惊了世界。春秋战国时代，马匹和战车的多少是国家强弱的主要标志。驯马坑以血淋淋的事实叙述了一段辉煌的历史。齐国的兴盛开始于齐桓公，当他还是流亡国外的公子小白时，与他的哥哥争夺王位，被老兄的辅佐管仲一箭射中，幸而脱险。当了国君以后，桓公听从左臣鲍叔牙的建议，不念前贤，任管仲为相。才智非凡的管仲大刀阔斧，除弊兴利，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这段有名的故事是齐国历史上最令人喝彩的一幕。国力日益强盛，齐国都城成为当时列国中最宏大最繁华的都市。城市是文明进步的产物。2000多年前，在临淄已经有了相当规模的城市规划。城墙基座的最宽处有60多米。城墙下的排水口由交错排列的石块组成，既能排水，又能防止敌人从这里潜入城里。战国时代，几乎所有的思想家都汇集到齐国稷下这个地方，出现了各家相互论辩的场面。这就是历史上的百家争鸣。稷下是以后中国大多数思想流派的策源地，它是中国思想界第一个最令人怀恋的美好时代。漫长的岁月使齐国都城不复存在，但是今天在这里出现了一个新兴的工业城市淄博。一年一度的元宵灯会是这个城市最隆重的节日，从中可以看到现代淄博人豪迈的性格和杰出的才智。
古代两军交战，鼓声就是冲锋号，将士们只能前进，不能后退。这鼓声激励着淄博人去进行一场新的改革。黄河流域是中国蚕桑丝织的发源地，齐鲁是古老的丝绸之乡，齐玩鲁稿又是战国时代最有名的丝织品。把蚕嘴里吐出的粘液变成华贵的丝绸，是我们祖先的一大创造。当年在齐国，每当御蚕季节，王后带着嫔妃要到桑田里举行一个仪式，这个仪式的主要内容就是喂一下蚕。陶瓷和丝绸一样，是我们祖先最古老的发明创造。从龙山文化的黑陶开始，山东陶瓷一直以高超的制作工艺闻名于世。淄博是现代中国最大的瓷都之一。淄博依然保持着当年齐国的泱泱大风。曲阜是鲁国之都，也是我国历史上一位极其重要的思想家孔子的故乡。曲阜保存着和孔子有关的大量名胜古迹，因此许多人叫它是文化古都。这一天是孔子诞辰2537周年纪念日，前来参加纪念活动的人来自全国各地，来自世界各地，他们中间当然也有孔子的后裔。这种纪念活动开始于孔子死后的第二年，当年的祭典如今只是一种表演。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平民教育家，他汇编了世界上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他写了中国最早的编年史书《春秋》，并对古代文献进行全面整理保存，使他们得以流传至今。孔子创立的儒家思想曾经作为中国社会的正统思想达2000多年。2500多年前的这一天，孔子母亲在曲阜郊外的泥山上做了祈祷，终于生效，如愿以偿地生下了这位以后的思想家。这便是孔子名丘字仲尼的来历。他的一生饱经磨难，度过了清寒的幼年。16岁的他开始独立谋生。成年以后的孔子一直是在诗意中进行着他的事业。为使自己的学说得以致用，孔子率弟子周游列国，奔走呼号，却到处碰壁，受尽冷遇。而他死后却被奉作了神明，捧上了天，这是许多知识分子都经历过的悲剧。孔子和孔子的学说被送进了高高的庙堂，变成了一尊要求人们顶礼膜拜的神位。这也许是不幸的孔子的最大的不幸。你看，他眉宇间透出经历过不幸和痛苦的坚毅和慈祥，也流露出对历史发展的疑惑不解。孔子在一棵杏树底下的高台上，开办了中国第一所民办学校，后人把它叫做杏坛。
一天，他和弟子们闲聊，曾点在边上弹着琴瑟，乐声悠扬。他问起弟子们将来的志向。性格直爽的子路说，他要把一个弱国变成强国。冉求的理想是使一个小国由穷变富。公西华更愿意做个司仪。听完学生的话，老师没有作声，他转而问曾点。曾点弹罢一曲，站起来道：我的志向是在暮春三月和几个人一起带上五六个孩子到沂水河边去沐浴，然后再去河边的五鱼台上，任凭原野的风吹打，一路唱歌，一路走回来。听完之后，孔子长叹一声：我的志向和曾点一样啊。孔子73岁时，怀着壮志未酬的怅然，带着一生奔波的疲惫，长辞人世。弟子们悲痛万分，大家在扶桑3年之后又一起抱头痛哭了一场，然后各奔东西。只有子贡一人留了下来，在老师墓旁搭了个小茅屋，继续守丧3年。200年以后，历代统治者赠给孔子各种封号，称他为文宣王、圣父、至圣先师等等。祭孔也成为历代统治者在祭天地日月鬼神以外又一项最隆重的祭祀大典。孔子生活在战火纷乱、社会动荡的年代，传统观念和新生的思想在剧烈冲突，对人类命运的担忧使孔子提出了最原始的人道主义命题：仁。孔子说，仁是爱人，这是孔子思想至今仍然很有魅力的根源所在。孔子总结了上千年的民族传统，提出了中庸的学说，认为人和自然和社会必须保持一种和谐的关系。这种关系集中体现在他提倡的礼乐制度中。孔子绝不会想到，2000多年前他费尽心计整理保存下来的周代礼乐仪式，后来竟然最完整地保存在对他本人的祭典之中。孔子的思想离开了孔子。以儒家思想为正统的中国封建文化，2000多年来从简洁变得复杂起来，从充满活力变得刻意雕琢而又死气沉沉。中国封建文化伴随着儒家思想登上了自己的巅峰，也走到了自己的尽头。孔府是孔氏家族世代居住的宅院，它有460间亭堂楼阁，是中国最豪华的贵族府邸。
对着前两房啊，就对前面房子。孔子77代嫡孙女孔德茂女士，每次故地重游都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孔氏家族自孔子以来有2000多年绵延不绝的历史，他们有世界上历史最长的家谱。这个西屋里头嘛，是我和我弟弟德成。孔府的第77代主人孔德成现在远离故乡的台湾。孔德茂十分想念情同手足的胞弟，也十分怀念自己的母亲。就是佣人住的屋子。嗯，主席，多亏我安排再给我们一会儿带着我们去一下，好吗？好好，可以可以啊。生母就在屋里住。相片是我圣母的相片，听说的吧？哎，这上面是我圣母的相片，我弟弟，我姐姐。20岁时，做了孔子76代孙孔令仪偏房的王氏，原来是孔府的丫鬟，在她生下孔德成以后，第17天就被毒死。这个贫苦农民的女儿，在做孩子的时候离开了母亲，做母亲的时候又离开了孩子，这是当时封建大家庭常见的悲剧。孔子是中国影响最大、争议最多的古代思想家，他的学说第一次阐发了我们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他的思想的相当一部分内容曾经是中国封建社会统治的思想。2000多年前产生的思想学说，它的合理成分和保守落后的成分都是显而易见的。我们有过悠久灿烂的古代文明，然而到了今天，我们的生产力水平又是极其低下，这是几千年封建统治的结果。怎样评价曾经作为封建统治思想基础的儒家思想，一直是学术界一个极大的难题。我们的祖先留给我们的思想文化遗产太沉重了，我们每前进一步往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饱经忧患的中华民族，在它生存的道路上往往要遇到更多的坎坷，更多的艰险，因而我们的民族尤其具有坚韧不拔的毅力。中华民族走向现代文明的步伐是任何力量也无法阻挡的。灿烂的文明是中国的过去，它也将是中国的未来。海拔1500多米的泰山是民族历史的一个巨碑，很早以前人们就把泰山称为岱宗，泰山被看作是万物更替的始祖。傲视独立的泰山是华北古路的中心，上古先民很自然地把它看作天和地、人和神相互交通信息的媒介。帝王们一旦登上王位，就要到这里举行最隆重的大典，以求得天地的承认。这种大典比起西方的加冕典礼来规模还要大。岱庙中的这幅壁画实际上描绘的是宋代和清代皇帝们举行这种大典的盛况。正是这种活动使得巍巍泰山
第一次留下了人类文化的痕迹。秦始皇的宰相李斯的小篆碑是我国最古的文字刻石，碑上写的是秦始皇来泰山举行大典的宋词。这些悬崖绝壁上的文字被称作摩崖石刻。泰山上最高大的一块摩崖刻石出自唐玄宗之手，他记载的也是这种大典。这个大典就是封禅，在泰山顶上筑坛祭天叫封，在泰山脚下的小山上筑坛祭地叫禅。齐鲁是我国土教、道教的发源地，探求天地感应、人神关系的愿望萌发了原始的宗教活动。先民站在泰山上，对着脚下的黄河发誓，让一切都像黄河和泰山一样永久。云海潮一般漫上了群峰，群峰又在辽阔无垠的云海里孕育着新的生命，就如同浩浩渺渺的黄河中滚滚激流。从古到今，中华民族就是被这种大自然的气势激动着。齐鲁是上古东夷部落的领地，东夷喜爱幻想，以飞翔的凤凰为图腾。鸟总是向着升起的太阳开始每天第一次的飞翔，原始祭祀的仪式也是日出之前开始。太阳出来了，人们开始表达对太阳的赞叹，对生命的讴歌。有这样一支古谣，流传了上千年：青云烂兮鸠漫漫兮，日月光华淡复淡兮。